太高了吧！最后还行，翻的还行，这最起码没失误。哇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哎，哦，还有戏，还没演完。啊，这个，这就是艺术。除了这个，这你没有感觉到看的时候是一浪一浪的高潮，一在打向我们的脸。我倒没有看他，我看到你，我就看到那个浪是什么时候来的。哦，哦。真的，刚才我们也看得很兴奋，所以说呢，还是用他们的行动先给一个判断，好不好？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哦，撕票，第一个撕票过，哇，第一个撕票，他们是第一次撕票过去的人，佩服，我真的觉得很棒，真的好。无名哥那组一招比一招大，一巴掌打你，打完然后再打再打，打到已经你没话说了。这个就没有什么说，就是有技术含量，然后也有编排。我只能说炸，这是炸翻天的，就我就很开心啊，看到我接到出来的乔治跟小明有这么厉害的演出，一次通过过关，我就觉得哇没问题。就其实平时我们的话都是在很多 battle 里经常碰到过，对，就已经大部分朋友都认识十几年了。这一次刚好有这就街舞这个舞台，让我们全国各地的 B boy 聚在一起，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。东南西北中，各显神通。哦，我们一直在说嘛，说这个舞蹈里面第一费身体的就是 breaking 嘛。就他们其实看不到的时候，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，他们的伤痛也好，还是他们的汗水也好，所以我真的 respect，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个 breaking 的练习当中，因为2024年的奥运会把 breaking 放到了这个街舞项目的奥运比赛中，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参与这个项目，然后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去推广这个 breaking。这应该是中国首次。来自东南西北还有中原的 B-boy 然后聚在一起来做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 breaking 的文化面貌，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做到了。谢谢谢谢，这就是艺术。帅了，哎，帅了，太帅了吧。